行走在时间的长河里，会发现有些模糊的记忆，就像这个地方的似曾相识。这条路感觉曾经走过，也许我们走了太久，或许只是兜兜转转。记得某一部电影里讲，当时间对折，会看到未来的自己，那未来的自己是什么样子，过去的自己又在哪里。有时候仿佛一直在梦里，却又清醒着，因为是那么的真实。现实和幻想之间的交错，现在和过去之间的往返，也许在时间的褶皱里有无数个世界，在无数个世界里有无数个自己。也许真实的自己哪也不